打西边来了一个小伙，他叫马季啊。那罗刹国呢，在这个小说中呢，他就是在这个中国的东边，那不是就是从西边从中国来了一个小伙，他叫马季啊。我们要强调的是，我们要说的是，我们认为这个马季另有所指。你看这个马季的季字，它的右边是北田贡，是田贡就是灭贡。他这个人暗指灭贡的那个人，那我认为他还是指文贵先生。而且他说北田，我觉得他找到这个故事，找到马季这个人是非常费了一番心思的。北田贡就是灭贡从北面开始，那么是不是将来是北面开始，我们拭目以待。但是这句话是文贵先生说的。